残金。天毒株毒力太强，我们不可能突破。已经三天三夜了，他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只要我们啊。乃玄天至宝，灵力之强，能炼制万药，化解万毒。但毒力之巨，又可杀神噬魔。我等行医之辈，只可用以救治天下人，万万不可用于杀戮吧。妻子也，不要报仇了好吗？我只想和你好好活下去。师父，我好恨，自己杀不过这些害死你的狗贼，我不服，我恨。不好！七大宗族百万之众，罪该千刀万剐，但你只要交出天毒株，我可以给你个痛快。就凭你们也配？杀了这么多人，天毒株的毒力终于耗尽了。
小车，老爹已经去请司徒医生了，你要坚持住啊。灵儿。啊，你醒了。云彻哥哥对不起你。小彻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是小姑妈，你不认得我了吗？小姑妈。小彻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今天是你迎娶夏清月的日子，你不会连这个都不记得了吧？夏清月，流云城第一美女夏清月。哼，好你个萧彻。萧彻，说起美女马上就有精神了，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哼，小姑妈，我好了好了，老爹还在等司徒医生来给你看病呢，既然你醒了，我去叫他。小姑妈。小姐，小姐，这废柴居然活过来了。三长老为了这个废柴的血脉消耗了多少财力，要不是他，以三长老的实力，说不定现在已经是门主了。血脉受损，我岂不是成了一个废人？天毒珠。居然是天毒珠里的世界。爷爷不会让你有事的。爷爷，我又让您操心了。在我心里，你是最好的。原来这一世，我叫萧彻，是个天生血脉受损、无法修玄的废人，在这玄力为尊的世界受尽冷落，在爷爷和小姑妈极力呵护下，才得以长大成人，却不想在大婚之日被人毒死。幸而，被随我穿越而来的天毒珠所救。小彻，小彻，你又怎么了？老爹，你快过来！你现在感觉如何？我没事。早上不是好好的吗？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晕倒了。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是喝了碗粥就……唉，小彻身体不好，饮食更要注意，那些上火着凉的东西都不能乱吃啊。我知道了。爷爷，这怎么能怪小姑妈呢？我的身体现在虽然残缺，但天玄世界如此之大，天才地宝无所不有，功法秘籍，汗牛充栋，还愁日后找不到修复玄脉的方法吗？您就别担心了，现在我们一家人能开开心心的生活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呀。彻儿。小彻，你怎么突然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好了，时辰也不早了，我去准备迎亲的队伍。感觉好快啊，小彻竟然要成家了。等你娶了夏清月之后，小姑妈就不能在你身边照顾你了。上一世我虽然拥有逆天之力，却因执念痛失至亲至爱，这一世我虽然玄力全无，但却有爷爷与小姑妈这两个亲人陪伴与保护，这不正是我渴望的生活吗？小姑妈，你怎么了？你和夏清月相差悬殊，不知你娶了她是福是祸，以后你要……放心吧，小姑妈，是福是祸放马过来。我发现你喝了那碗粥，睡了一觉就跟以前不一样了。粥？少爷，吉时已到，该出发迎亲了。啊，这么快？稍等，马上就好。这衣服真麻烦。
们在干嘛？今天是萧公子的大日子，他再如何也是三长老的孙子，你们这帮奴才在这帮势力，看我如何收拾你们。公子，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嗯。皇叔，我想骑马。这匹玄马乃是初玄境四级的选手，以你目前的玄力，恐怕……公子。想不到我的玄力竟孱弱至此。萧彻弟弟没事吧？手掌残留着噬心散的气息。原来是玉龙哥和萧阳哥呀。哼，你如今的玄力不及这批玄兽，还无法驾驭。今日迎亲是大事，为了稳妥，听哥哥的话，还是坐轿吧。多谢玉龙哥关心，但今日迎亲事关萧门脸面，不论如何我也应……好样的，不愧是我萧家子弟，做哥哥的支持你，为萧彻弟弟挑选一匹白马吧。是。今天弟弟迎娶的可是我们流云城第一明珠，今夜不知道有多少豪门公子要哭死在家。我这个当哥哥的真是为你感到欣慰和羡慕。玉龙哥说笑了，玉龙哥才是我萧门之光，我如何能让玉龙哥羡慕呀。哥来了。及时到了，快些出发吧。啊，启程。原来下毒之人就是他。哼哼，废物。我明明看着他喝下粥后就倒下了，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！你说现在怎么办？夏清月就算嫁过来，也绝对不可能允许萧彻这样的废物帮他手指一下。而他进了我们萧门，岂不是任由我们拿捏？看他嘚瑟的样子。哎，新郎在哪儿啊？你没事吗？你是萧家公子，好帅啊。帅什么帅，据说天生残废，这辈子都不可能突破初玄一级啊。比我还不如。夏清月为什么会嫁给这么一个废物？哎，他父亲萧英和夏红玉是结拜兄弟，据说当年萧凌就是为了救夏清月，消耗了太多玄力才被人所杀，18年前就定下娃娃亲了。怪不得。公子，你这又何苦呢？
聂处不知好歹，挡了萧门迎亲的路，还请萧管家恕罪呀。那还不快让路？岂敢！这只孽畜圈养多年，平日都很温顺，不知今日为何突然发狂，也许是看到同类了吧。袁公子早就对夏清月心心念念，这是诚心捣乱来了。嘿，这戏啊，是区区一只征途兽，岂敢劳烦萧管家？今日萧家大婚，这大街上却都是愤愤不平之声，说萧家公子配不上咱们流云城第一美人，在下深感不公啊。今日倘若萧公子能够让我这不争气的畜生离开，那这场婚事我代表全城的百姓举双手赞成。对对，岂有此理，萧门娶亲岂容尔等胡闹，再不让开。皇叔，我来。公子，这征途兽可是比玄马还要高两级的玄兽啊。你试试无妨。好，萧公子请。这废材是想要找死吗？真替他担心了。出玄境六级都未必对付得了，一个出玄境一级的废物怎么会？啊！废物，快给我上！元霸，姐夫，姐夫，姐夫，好几天不见，想死你了。姐夫放心，我就死了。元霸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夫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爹爹等急了，让我来接你。元霸，等等，我要骑马。好嘞，都给你捎上啊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啊！新人送入洞房，宾客入席。哎，三长老，今天你孙儿娶媳妇儿，怎么如此冷清啊？怎么也不来婚宴上喝杯喜酒啊？快快快，来我院里坐坐。不好意思，我孙儿萧阳刚刚突破初玄境九级，我得抓紧帮他巩固巩固，实在没时间操心其他琐事。下次下次。你，哼，娶了夏家的小姐又如何？
如今你儿子死了，孙子残了，你这一脉算是废喽。不用送了，你们走吧。走吧，走走走走。哎，醉成这样，看他怎么洞房。还想洞房？被赶出来就算不错了。哼，想灌醉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天都珠连流云城都可以装下，何况区区几罐酒？到底美到什么程度？不许传。原来你的玄脉是被人所毁，这世间再也找不到方法修复了。谢谢你的关心，不过那也未必，倒是你所用的冰系玄力很是特别呀。欲修冰云必先冰心，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修炼的应该就是冰云诀。想不到你与传闻中不一样。哼，我与传闻中不同之处还有很多，且让我细细说与你听。站住。既然你知道我是冰云仙宫弟子，就应该知道一入冰云终身不可沾染情欲。之所以嫁给你，只为了报答萧伯父的救命之恩。你我完婚后，我就会跟随师父回宫，你我永远不会有夫妻之实。唉，又是一个被冰云仙宫骗的无知少女。窗外有人。嘘，别说话。怎么样，他进去了。然后呢？灯灭了。夏清月只能是我的。萧彻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。那你看天色也不早了，咱们歇息吧。不许靠近我。那你让我睡哪儿啊？我睡地上吧。啊，我一个大男人怎么可能让新婚妻子睡地上啊？那你睡吧。哎，这老婆，老婆，老，你要再敢叫我老婆，我就把你扔出去。那个，你真的让我一直睡地上呀？我会生病的。一个月之后我就回冰云仙宫了，这几天麻烦你先忍忍。原来你会留这么久啊，谢谢你哦，老婆。我说了，不许你再……哎，我们可是拜过天地的，哪怕不同床共枕，我也是你丈夫。我不叫你老婆叫什么？叫小青青吗？别冲动，别冲动。
老婆，你去冰云仙宫之后，我们还会再见面吗？不会。哦，那我可是三代单传，如果就此绝后怎么办？老婆，等你走了，我纳个妾，你没意见吧？哎，对了，老婆，你要再说一个字，我就把你扔出去。冷静，冷静。今日我怎会如此愠怒？你又干嘛？撒尿。这次你最好去茅房，不要随地大小便。随地大小便？什么随地大小便？那是我倒酒的声音。你可以看不起我的玄力，但绝不能侮辱我高尚的人格。什么柳云城第一明珠啊，冷冰冰没口热乎气儿，就像这星辰可望而不可及。清月师父，你已达成所愿，该和我回冰云仙宫了吧？请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，仙婚当天离开，他会受到更刺耳的嘲讽。清月，你有善良、慈悲、感恩的心，真的很好。但是，你要知道，一入冰云仙宫，就要摒弃掉所有情欲。是，师父。为师一个月后再来接你。谢师父成全。啊，这是啊，啊，星隐草，这可是炼制星隐丹的好材料啊！如此罕见之物，这破地方竟有两颗。小妹妹，小妹妹，天毒珠啊，你怎么知道？珠为何会允许他进入？是因为吸了我的血吗？这么漂亮的小女孩，却身中如此剧毒，可惜了。喂，啊，小姑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话该我问你吧。新婚之夜你不洞房，跑出荒山野外干什么来了？那个，我睡不着，出来看看星星。看星星？哦。你不会是被夏清月赶出来了吧？太过分了，我找他去。不是不是，这是我的家，要赶也是我赶他呀。打肿脸充胖子，
谁管你啊？嘿嘿。好久没一起来这里看星星了。嗯，小时候我们最爱做的事就是晚上跑来这里看星星。哎，你还记得吗？有一次突然下大雪了，结果爷爷找到我俩时，我们已经冻成了小雪人。那次老爹气坏了，罚我俩去扫雪，结果我们堆了一个很像老爹的雪人。我记得那还是你出的主意呢。啊，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啊。嗯，可惜以后再也不会有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你长大了，成了家，有了牵挂的人。小姑妈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你和爷爷都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家人。今后只要你们需要我，绝对第一时间就来到你们身边。这是我屋的被子吗？夏清月来过。老婆，你还不起呀？都日上三竿了。老婆，今天是你入门第一天，按规矩呢，咱们得去向爷爷请安。你不去啊，爷爷会很伤心的。走吧。哎，终于了了我最大的一件心事。清月啊，爷爷在这里要谢谢你。来，爷爷，您这样清月怎么敢当呢？哎，清月啊，这件婚事的确是委屈你了。爷爷向你保证，今后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报答你和你的父亲。哎呀，爷爷，您这哪的话呀？既然嫁进了我萧家的门，最基本的当然是孝敬爷爷，然后好好和我一起过日子，哪来谁欠谁。老婆，你说对吗？哎，清月啊，别理他，这小子从小就油腔滑调。来来来，是啊，老婆，吃菜，多吃点，来年彩浩生个大胖小子啊。来，多吃点啊。老婆，老婆轻点啊。今后你再敢碰我一下，我砍了你的手。我们友情牵手只是为了让爷爷开心，这也不行吗？你又想干嘛？老婆，今天我拉你手的时候发现，我这次说的可是正事儿。我吧，在拉你手的时候啊，不小心碰了下你的脉象，突然发现了一个大问题。你每日凌晨三时是不是都会从梦中惊醒，而且两刻钟内全身冰冷，四肢酸痛？还有，自从修炼冰云诀之后，每次玄力突破都会有好几天食不下咽，夜难安眠吧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你月事不正常。你过来，我不打你。我不，你就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冰云诀是冰系神功，初练时身体难免会不适应，之后自然会慢慢好的。哦，是吗？那为什么你们冰云仙宫的人寿命都要比其他宗门短三分之一呀？而且还失去了生育能力。
只能用尽情禁欲这种可笑的借口来遮盖。住口！你若再敢辱我师门，如果我能治好你呢？你会治病？我不但能医治你，还可以让你玄力修炼速度提升三倍。三倍哦，要不要试试啊？如果你骗我，当心你的手。你会针灸？小意思。老婆，你的手好滑呀。你到底扎不扎？已经好了。啊！竟然瞒过了我的眼睛。双手放松，不要动用玄力。天玄大陆有此医术的没几个人，看来他没骗人。好了，这就完成了。哼，运气感受一下。冰云诀第三层，凝冰于掌，随心所欲。玄力运行通畅，果然比之前快了三倍。第一次在催动冰云诀时，感受到了手掌的温度。冰系玄力啊，虽可伤人，但必先伤己。寒气积于经脉之中，久而久之会让经脉闭塞。若打通，寒气释放，玄力施展速度会快上三倍。如果将全身经脉打通啊，则速度要快上不止十倍。你能做到？当然了，现在相信我是神医了。那，你可否帮我？可以啊，脱衣服吧。要疏通全身呢，大经大脉都在背上，你不脱衣服我怎么弄啊？要不你自己来。真的很想打死你。哼，不是不让我靠近吗？打脸了吧？来吧。呵，我赢了。哼，不是不让我靠近吗？打脸了吧？来吧。呵，我赢了。这次不能快，大学扎错了不得了。这是第一次，后面还有六次，会越来越好的。怎么了？我一个初玄一级的废材，给你个十级的天才运功疗伤，我容易吗？我，你去哪？我不能真睡这地上吧？去随便找个鸡窝狗窝喽。哎，孤独寂寞冷难挨，暗自饮泣到天明。回来。睡床上吧。啊，我只说一次。太好喽。我赢了。不用这样吧，就凭你的玄力，我靠近了分分秒秒摊开啊。对了，老婆，求你个事儿呗。说。老婆，你去冰云仙宫之后，能不能帮我搞到七玄玲珑草、紫脉天经和地玄兽玄丹这三样东西啊？这三样都是天地至宝，几乎没有人可以同时得到。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？修复玄脉。我尽力。
哪一个王八蛋这个时候敲钟啊，让我美梦。这个是个好机会，这样下去咱们就一失望。是啊。三长老，掌门为何敲惊天钟？出什么事了？三弟你来了，有一件大事要告诉你。哦，萧总来信了。自从先祖被萧宗下遣到流云城，100多年都不闻不问，如今终于来信了。此番宗主不仅派最宠爱的少子前来，还要在这儿挑选一个弟子带回萧宗。这是要重新承认我们，续上宗谱吗？嗯，彻儿的血脉有救了。恭喜掌门，贺喜掌门，这是我们整个萧门的大喜事，你单向我一个人道喜干什么？萧宗要选个弟子带回去，除了玉龙还能有谁？难道不该向掌门道喜吗？本族子弟人才济济，怎么好说就是玉龙呢？你家萧阳也很出色吗？我那孙儿哪敢和玉龙争辉，但是比起那个废柴是强上不少。二长老，你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你该不会妄想着萧彻能入萧宗法眼吧？我并无此意，我只是这些年为了你那个废物孙子，消耗了门内多少天才地宝，现在居然还惦记着进入萧宗，你那孙儿简直是丢萧门的脸。太甚。萧烈，宗主面前你还想动手不成？三弟，先祖面前不可冲动啊。三长老，你不要仗着萧门没人打得过你就任意妄为，你可想好了，等你100年以后咬过萧彻的可是萧门。掌门，我还有事先行告退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若有事先忙先忙。早就听说夏小姐年方18，却已经是初玄境10级的高手，今日终于有幸得见。萧彻不在。不妨不妨。你好夏小姐，在下萧玉龙，是萧彻弟弟的堂兄长，其实我是专程来拜访。我在修玄，恕不接待。这个女人只能来点硬的了。从初玄境到入玄境有一道南岳的天堑，玉龙作为过来人，对于突破初玄境也算是略有心得，趁着大好机会我们切磋交流一番如何？既然夏小姐并不反对，那我来了。萧公子，请回吧。夏小姐果然深藏不露，现在我可要认真了。哎，这，
啊，玉龙哥，你为什么是从天上过来的？修炼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来，让我看看。这是什么高深的玄术？落法很是别致啊。不要紧吧？不妨事，不妨事，告辞了。啊？这女人下手有点狠啊。不过我喜欢。萧宗的车辇已至门口，二位长老，快随我去迎接。流云城萧门掌门萧云海，恭迎萧宗贵客。带路吧。是，这边请，请。如果不是萧征长老去世遗书，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地方。陆云城乃是边荒之地，当然入不了少宗主您的法眼。你们先祖只是个被我们萧宗赶出门的废物，没想到在这里居然能称王称霸，真是好笑，好笑啊！哎。我来这里的目的你们应该都知道了，废话少说，明天上午让你们族里所有人集合，我会亲自挑选一个带回萧宗的。啊，明白明白，辛苦少宗主了。萧堂主，这是我爹叫我送给你们的见面礼，收下吧。啊，多谢萧宗主和少宗主的深情厚爱。这里面是通玄散，能大幅提升修炼速度，对于受损玄脉也有极好的修复功能，这在萧宗都算是好东西了。修复玄脉，小彻的玄脉有救了。劳烦萧宗主费心了。这些日子天天跋山涉水，靠得腰酸背痛的。玉龙，快快快，快带少宗主去休息。是，爹。少宗主，请。哎呀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萧长老，不要扫了萧公子的兴致嘛。说话呀。你是哪根葱？萧公子，旅途劳累，要不要在下帮你按摩放松一下？就你也配？我滚。别担心，少宗主该去休息了。休息？没看我正忙正事儿吗？少宗主难道忘记宗主临行前的嘱咐了吗？你萧墨云真是越来越放肆了，完全就不把我放在眼里。少宗主，宗主特意吩咐过，说此行尽量低调，不要惹出什么麻烦。麻烦？我就看看漂亮小妞，能惹什么麻烦？少宗主息怒。你来干嘛？给我滚远点。他叫萧灵溪。其实她还不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女人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少宗主，请随我来。她叫夏清月，乃是我流云城第一美女。姓夏？她不是萧门的人吗？她是三长老孙子萧彻 刚过门的媳妇儿。嫁人了？这个什么萧凭什么？萧彻从小玄脉残废，是整个流云城第一大废物。这很有天理吗？
很有王法吗？这样糟蹋一个仙女是不允许的，耻辱，全人类的耻辱。谁说不是？我们也早就看不下去了，就盼着少宗主您这样的大英雄来主持正义，还我们公道。不过怎么播，你有什么好建议吗？你知道像我们这种有身份的人做事儿得漂亮。玉龙自有办法。你小子有前途啊。哦对了，还有那个萧灵溪，我也您放心，我早就计划好了，一次性全搞定。这是最后一次了，老婆乖啊，不疼的啊。你对我冰云仙宫如此了解，不仅知晓教义，连冰云诀的修习之法也知之甚深，还有这一手医术，你究竟师从何人？当然是跟我师父学的，我师父是一个最伟大的医者，一生悬壶济世，救人无数，我是他唯一的传人，他对我恩重如山，我终身难报。天玄大陆竟有如此高人，那他现在何处？大功告成。快放开，否则我……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是我不知道的？谢谢老婆，好甜蜜啊。以你针灸的手法，不要说小小流云城，在任何医药宗门都能排在顶尖。明日萧宗来挑选弟子，你或许可以一试。那么多人挤破头，我才懒得去凑那个热闹呢。这萧宗乃是与我冰云仙宫齐名的四大宗门之一，近些年势力扩张，连苍风帝国的皇室都要礼让三分呢。能人异士、灵丹妙药想必不在少数，若是你去了被选上，你的血脉或许还有办法修复。我的血脉啊，萧宗那儿是行不通的。我师父说过，只有一种办法。什么？吻我。我一定要拿到通玄散，治好小彻的玄脉。我萧门流落在外百年之后，蒙宗主大人的恩典，又重新回到了萧宗大家庭的怀抱。云海，我真是这精湛的演技，我都要信了。小彻，你别乱说话。宗主大人让萧门重归族谱，是要在我们的年轻子弟中选一个资质最好的带回萧宗。下面被我唱到名字的人依次上台向少宗主展示玄力。慢着，我还有句话要说。好好好，恭请少宗主训话。昨日教育你的通玄散，不如就将它作为礼物奖励给中选之人吧。灵药就应该给最有前途的人，用在垃圾身上完全是暴殄天物。小掌门，你说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不愧是少宗主，目光远大，格局就是高啊。那你就拿出来吧，我要亲手颁发奖品。怎么了，小掌门？你不会是心疼舍不得吧？不不，当然不是，只是什么？快拿出来！我该死，
昨天我收到少宗主的馈赠，就交给了药事房，让他们好生保管。可是刚才那药事房突然通报说那盒药不见了。萧掌门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云海怎么敢跟少宗主开玩笑？真不见了！想搞什么阴谋？我萧宗的礼物也有人敢偷？装通玄散的那只乌木盒上有我萧宗独有的天鹰印记，只要我发动萧宗的独门玄功，就能够感应得到。小九。是。在那儿。谁？到底是谁干的？快给我交出来！现在我数到三，数完之后再被抓出，就不仅仅是家法伺候了。一、二、三。少宗主，通玄散在此。哼，这么快就找到了吗？小九，这个盒子你是在哪里找到的？66号院，主事枕头下面。